开始喷射。哦，这是一只生命力绝对顽强的小龙虾，从正面看怎么有点眼熟呢？这是一瓶瞬间冷却剂，如果用这瓶瞬间冷却剂把我们的小龙虾瞬间冷冻，然后再把小龙虾放入水里面解冻，小龙虾还能复活吗？前两期我们已经实验过水质以及清道夫，但是无一例外全都没有挺下来。那今天这只小龙虾会创造奇迹吗？我们实验马上开始。首先把小龙虾放入一个透明的罐子里面，瞬间冷却剂已经到达战场，现在开始喷射。哦，反应很激烈啊，哇，好冰。哦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哇，一下就结了一层冰霜，瞬间变白，好冰啊！我这个罐子好像握着一块冰。大家看一下，里面还在反应，还在冒泡。这个小龙虾已经冻得非常硬了。我用手给它拿出来啊，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。哇，好冰啊，真的像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一样，冻得硬邦邦的。那现在我们马上把它放回水里，让它解冻，看一下还能复活吗？放回水里。哇，冒出了好多小气泡啊。小龙虾还在保持刚才的姿势没有动，我们再给它一点时间，看看它能不能复活。这个身体看起来不是很僵硬了，看看它还能动吗？还在冒泡，看样子是不行了，可能已经嘎了。这已经完全解冻了，看见没有，我把它打捞出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身体已经完全软了，跟活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，就是这个颜色也没有太大变化，但是它就是已经复活不了了，所以说呀，没有办法让它复活。咋了？啊？